他怎么样了？大过完 ，Sir， 什么情况？小孩溺水了，他没跳过水，我叫他上来之后做了几分钟 CPR。二八，继续 CPR 三十秒。Yes sir。Sir， 我儿子应该没事了吧？情况还没稳定，现在要送医院。啊，这样，那我叫我先生去医院，我有急事，做完了我再去。太太，啊，你最好跟上车，陪着孩子。不行啊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做，一会儿我再过去。